凡是电路中涉及到接收声音信号的，一般都离不开话筒。没有一句对不起，对不起是我太执迷。这是一种最为基础的将声音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传感器。话筒广泛存在于我们身边，手机、电话机、录音笔等都利用话筒实现声电转换。